好多猪问哦，等一下，这也太多了吧？这效率会超高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红月。那今天呢是我们麦克风版生存的第28集。好的，那我私底下花了蛮久时间收集到了这样的沙子，然后呢。还有这里，因为我觉得跑来跑去麻烦，所以我直接做了一个就是中介箱在这里。好的，那给大家看一下成果。原本这边应该是一个很大片的沙丘的，我就是挖到这样子吧，不会很久，大概十几分钟。怎么会音乐？等。好，那大概挖了十几分钟吧。沙子很快啊，我的铲子已经快爆掉了。挖了十几分钟的时间，终于把沙子全部挖完了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可以回去了。走，等一下，为什么？不能撞狗挖吗？无所谓啊，反正他东西不会不见就好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回来啦，应该还在吧？很好，好的，那私底下我已经挖了很多的黑曜石，真的是挖到啊，对，那个。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一把效率5的钻石镐需要等级已经太多了，我觉得好浪费哦。然后我本来是觉得是不是因为是有稍微损坏的关系，所以我另外做了一个，可是一样啊，所需等级一样啊，所以我大概就是这样子，所以我就另外做了一把钻石镐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反正现在在等玻璃烧嘛，对不对？好的，就是这个，还记得这里是岩浆湖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边呢，全部挖开之后，还有这里原本也都是岩浆湖，那我全部挖开之后呢，居然才5组还6组的样子，所以说。我又挖了大概三堆这样子的岩浆湖，三四堆才挖到那么多黑曜石，真的是很久啊，我已经不想再看到黑曜石了。我们就先用黑曜石好了，我们现在盖一堆地狱门，把所有的地狱门都盖出来这样。那我不知道这样够不够，其实要全部围出来的话我不知道够不够，毕竟我们只是光我最外围的立方体就花掉了几组啊，三四组这样，所以说我真的是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够，就是，真是，好的，那构想就是大概这样子吧，我们就这样子内缩进来，大概是这种感觉吧，就这样一层一层一层的这样进去到中间，那中间应该会有一个2×2的空间啊。如果我的计算没错的话，我是不是黑曜石挖太多了？忽然觉得有需要用那么多吗？这跟我想的有点不太一样。我是不是白挖了？对，我挖太多了，不必等一下。我真的挖太多了，怎么会？忽然觉得好崩溃哦！等等，哇，我算错了。我本来想说，就是我最后还是23×23，对不对？23×23的空间，然后我每一次进来就是把它减二而已。哇，我居然犯这种错误！不是吧？
那我挖那么辛苦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一二三四五，五层，五层，不是吧？我挖那么辛苦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哎、欸，一千多个哎、欸，一千多个黑曜石，我不知道要挖多久啊？两三个小时跑不掉，是我挖到我神志不清了吗？所以才会计算错误。我绝对不要再做第二个，不要休想，休想叫我用剩下的黑曜石再做一个。那我们就盖完再给大家看好了。OK， 好的，那这样应该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就是要点火了，应该是可以啦。玻璃应该是这没错吧？玻璃我总不会搞错了吧？简单的算术问题而已。微玻璃，而且微玻璃完还要排水，然后排水完还要点火，点火完还要那个啦，对，就是挖一个让猪很掉落的。好的，我们已经填好一面了，好壮观哦！好，继续。将终于是完工了啊！这边是我剩下的玻璃，其实还蛮多的耶。哇！然后接下来就是很麻烦的，应该是最麻烦的吧？排水作业。哦，我们很多历史都带着。好。那我记得海绵它的吸水范围就是好像是七个还几个吧，还五个这样子，想不到玻璃只是个开始而已啊，我们还要在中间做隔间，然后还要把它挖掉。嗯，我们这样子这样叠一面墙，然后我们就给它做隔间这样。好的，这样子就 OK 了。那试试看这样可不可以？从正中间，不，应该是可以啦。有。OK， 这样应该就可以，让海绵都掉下去。要运用它的空间，对不对？运用这个黑曜石，所以说这样应该是 OK 的。好的，那真的是我自己都没想过会那么久啊。好处是它不会升快，因为可以站立的地方太少。然后，算了，不想讲，我已经不想要再看到水，我已经不想要再看到水了。喝一下椰子药水给大家看，真是的。如各位所见啊，我做了很多隔间这样，然后慢慢排掉。好，那我们来点。点燃地狱之轮吧，应该可以成功吧？有，哇，好快哦！怎么出猪人啊？排水的时间应该超过想象，就是比挖黑曜石的时间还要久。等一下我不要去地狱，这样子有没有？哇，好多哦！拿着产量也太快了吧？有没有？僵尸猪人塔效率？奇怪啊，而且好像我也不用地板嘛，它就会掉下来，对不对？好的哦，哎、欸，不要再下来了。等一下，这边先封起来了。对，哇，好乖哦，自己上来。哎、欸，出去。OK， 那我们就往下挖吧，挖到
Y 九地方差不多八吧，九八，我不知道这样好不摔死。算了，不够的话就再说啦，不够的话再往下挖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志愿者要下去？下去，过去。下去，欸，会摔死。OK， 这样的高度可以。哦哦哦哦，刚刚发生什么事？我在跳过他吗？太恐怖了！嘿嘿，还不错啊，位置居然刚刚好。哇，这样看起来紫紫的、透明的，真棒！好，我们刚刚先下去，应该不会摔死吧 ？OK， 我们先下来放一下肉都好了，然后我们再用水流爬升爬上去。OK， 我们成功爬上来了，收水下去，你会死翘翘吗？看一下，欸，下去，会死翘翘啊？欸，他被水缓冲到了，算了，不理他。好的，那我们就放水吧。哇，然后这里会卡住欸，这边。好处理啊，这边。好多猪瘟哦，等一下，这也太多了吧？这效率会超高哦。各位知道吗？其实我本来是想说要放地板门的，所以说我才直接点火。可是这效率太高了吧？天哪！我私底下会再把它修得完整一点啊，就是这样。好的，那我们这一集就差不多先到这。那如果你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在下方点个喜欢；喜欢点个订阅，然后什么建议的话，可以点个下方让我知道。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！不用挡路。